tripping off me before I even knew her name. La la la, you felt like oh la la la, yeah. Oh, sapphire and moonlight, we danced for hours in the same tequila sunrise. Her body fit right in my hands. La la la. Latino dance 感兴趣的话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的，首先呢，我们是背对着后面做动作的，所以我先从前面来示范一遍，就是 snap 一下，打一下响指，然后第一个就是这样站立打响指，第二个就是你的左脚弯曲，然后打一下响指，然后第三下的时候呢，你右边的胯顶上来，就是一。二三，然后你顶右边的胯的同时呢，你手左手放在脑后，然后右手放在这个胯部，这样那就是一二三，然后再打打，就是你的胯左右就动一下，然后呢手就是滑下来再打开，滑下来打开 OK， 就是一二，然后三打四，然后你的手再伸上去滑，就是然后再加一点 body wave， 然后你的头看一下后面，我从后面示范，就是打打打打打打，一二，然后滑过来 body wave， 然后再转回去，对，我再从前面来一遍，就打打打打打打，然后一二，然后滑过来 body way， 然后再到转到后面背，从背后就是一，然后第二下坐下去，第三下打，然后打打，然后绕过来，然后看前面，然后手扶在有墙的地方，这样扶着，然后左边右边左边，脚就从前面看的话就往前走，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左右左，是左右左，然后绕过来，然后扶着墙蹲下去，然后再起来，然后再左脚往前迈，然后开始走 OK， 就前面再来一遍，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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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绕，然后转过来 wave， 然后往后，然后扶着墙，一二三，然后绕过来顺着墙下去，然后再起来，然后往前走，打打 OK。
然后再右腿这样，就是脚就是左右，然后你伸右脚的时候呢，手就是哒哒，就左右，然后再左脚右脚。好，我们讲一下手。手呢，左脚第一步的时候不动，第二步的时候呢左右，然后第三步的时候呢交叉打开，然后再这样滑过来，左手从脸这中间滑，然后右手往上。 OK， 就是一二三四，对，再来一遍，一哒哒，三四，然后呢第四下完之后呢，手再这样交叉放脑后，交叉放脑后。 OK， 就是一哒哒交叉过来，然后再交叉放脑后，然后你的脚首先是并着的，然后再往左边伸开，然后伸开的同时呢手搭一下，然后你的脑袋跟你的手同时在左边，你的手放下，然后你头转向左边，然后再回来，就是哒哒哒交叉过来，哒哒哒，然后打开，然后脑袋看向左边，手放下来，然后再回来。对，再来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八。 OK， 那你再来一遍，一二三四五六七哒八。 OK， 到这里之后呢，就是你把它这样，然后手扶过来再回去，然后哒哒哒哒。这里就是脚呢，就是先左边右边，从正面看就是左边右边，然后呢手呢就是扶着你的胯往上左边，然后再手这样放到右边，然后你的胯也转到右边，就是左边右边。 OK， 从这个方向看就是左边右边，然后滑打，就是你的手扶着你的胯往后，就是把你的臀部翘起来，哒，然后再坐下去。对，就左边右边提起来再下去，再哒哒，就是你首先是勾着身体的，然后再送出去，你知道，这就是一个状态，就多练几次就好，就是哒哒哒哒哒，看起来很奇怪，就是你收进去再出来，收进去再出来。 OK， 左边右边提起来再坐下去，再哒哒。 OK， 你再来一遍，左边右边提上来坐下去，然后再哒哒哒哒。对， OK， 然后哒哒之后呢，再一二三四，就是四下指的，就是哒哒哒哒，就从下两下，然后上两下，然后再加一点 body weight。 OK， 就这样，然后哒哒哒哒，然后一二三四，这个就是脚是左右左右。对，但是它第一拍是一，然后是第二三，就打打两下快的，然后再一个慢的，就是一打打打，就是左右左右。好，手呢就是打打打打，就是你的手就是这样滑的往前滑，就是右手左右左，就是跟脚相反。对，就是打打打打，最后一下的时候呢，手往外延伸出去，就是左右左右。 OK， 然后再左右左右打，这里就是
整个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再变成这种半圆形，然后握拳，然后你的胯部跟手一起动，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看向左边，然后手是成这种半圆形。OK， 我们从这样，左、右、左、右，然后左、右、左、右，打。OK， 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呢，我们再 snap in， 就是把这个手打一个响指，然后就是从里绕圈，再伸开，左手向上，右手旁边，然后脚呢，这样。打，对，打，然后呢，再这样，就是你的右脚已经出去了嘛，然后你的左脚再收回来，对，先是这样的，对吧？然后再收回来，然后呢，手就是本来是摆成这样，然后再交叉打开，然后往后甩，你的手跟头一起往后甩，好，再站起来。打打，然后站起来的时候呢，手这样张开放脑后，然后你的右脚打开，对，从这样，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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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然后打开交叉往后甩，再打开 OK， 你再这样来一遍，左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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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然后打开交叉往后甩起来，左右滑过来，这你就是你站成这样之后呢，右手滑过来，从左边脸滑过来，左手再从右边脸滑过来，然后头呢从你的左边转到右边，这样 OK， 就是这样，一二转过来，转过来之后呢在这边转过来，就会头发会很乱，就是这样，左边右边转过来下去之后呢再往左边转过来，你头转到左边的时候呢，你的左手摸着你的右手，然后再这样起来。OK， 我们从这样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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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开交叉，往后打开，滑滑转，往下再转过来，然后摸着你的手起来。OK， 然后起来之后呢？就是从这起来，然后打开，打开就是你的脚，左脚弯曲，然后向你弯曲，然后右脚是直的，然后你的胯往你的右边顶，然后就这样，站成这个样子 ，OK， 就是起，把你头甩向右边，看着右边，然后呢，在左右，就我手往里勾。然后往外，往里往外，往里往外，当当当，然后再这个脚先是左脚抬起来，然后放在前面，对，然后呢是手就是这样，就是提起来再往右边压下去，对，就是打像这样，对。左右提起来往下压，然后这个姿势呢就是你手是这样压着的，然后你一个 wave 就把手提起来，然后脚是从前面呢滑半圆到后，对，就手是这样，然后再往后，对，往后，然后再变成这样，就是你是这样往半圆滑，滑到了这个后方的时候呢，你再把脚变成这样，就是
你滑成这样，然后左脚，然后再右脚就变成往左边站立，就是滑，然后打，手呢就是讲 wave 一下呢，再从后面绕过来，然后再打，就是提起来，然后绕一个圈，然后到前面。OK， 所以就是从这样哒哒，然后往前压，然后打开，然后绕过来打。OK， 再一遍，这边一二，抬起来往下压，然后再打开，然后打。OK， 然后到这里之后呢，提胯，然后再下压。这个就是你的左脚往前迈，对吧？然后你同时右边的胯往上提，就手带着它提起来。然后呢，你再身子往前压，压的时候呢，你就成这种弓字步，就右脚是弯曲的，就是你提起来，往下压，对，就到这儿。然后你的左手呢，从脑袋后面绕过来。然后放在你的腰间，然后右手呢就这样扶着你的胯骨，然后再往下压，对，就是压，打开，过来，然后提起来，往下压。 OK， 到这里之后呢，哒哒哒哒哒。 OK， 就是从前面看的话呢，是往右边，你的脚往右边翻一下，提胯，大大，然后头呢抬起来下来，抬起来下来，然后呢手放在压下来，左手压在右手上，然后再拉起来，然后再哒哒哒这样哒哒哒哒回来。 OK， 就在这儿，哒哒，头抬起来，然后手放在这儿，起来哒哒哒哒哒，就脚左脚收回来，再从前面看一下，就是弓字步在这儿，我右边提一下，头抬起来一下，然后左手放在右手上，我再拉起来，我再拉拉拉拉拉，左脚再收回来。 OK， 从这个方向，右边提胯，头抬起来，放下去，拉起来，再拉拉拉拉收回来。 OK，收回来，这里呢叫一、二、转，有点像拉丁的那种感觉。脚就是左边左脚迈前，然后再右脚再退回来，然后再转一圈。没站稳，来，左脚向前，然后右脚收回来，然后再转一圈。OK， 然后呢？手呢就是左手右手，然后再放下来，对，就左边就这样，然后右边回来，然后再转一圈。 OK， 我们再从就这里弓步着，然后提一下，头抬起来，然后手左手放在右手上，然后拉起来，哒哒哒哒，左脚收过来，然后左边往前，然后右脚回来，然后再转一圈，转到这个正面的时候呢，哒哒，左上右，就是你的站正面之后呢，你的左脚伸出来，然后右脚弯曲，然后呢手就是上面，然后再到侧面，像芭蕾一样，上面侧面，然后头左边上面右边。OK， 就是这边首先是左脚往前，然后右脚收回来，然后转过来，上面侧面左边上面右边。 OK， 然后到这里的时候呢，然后手和脚同时收回来，手这样收回来，然后脚也收回来，然后呢往前，左脚往前迈一小步 No， 手这样 No， 然后再打开，再往后转，就手就是
No， 然后手交叉打开，然后再往后转，然后脚就是往前，然后再回来打开，然后再往后转，对，就是 No 打开，然后往后转，转回来之后呢，手再往上，然后这样转一圈，就手腕靠手腕这样转一圈，哒哒哒，对，就是 No 交叉打开，转一圈，然后滑一圈之后呢，往下这样，就手呢就是像翅膀一样这样一个 wave， 对。然后你的左脚往外伸，然后右脚弯曲，对，这样，然后再提起来，往下过来，就这样，这个就是这，左手往上，左手，然后左脚尽量提起来，你可以右脚立一点，就是这样立起来，手是这样子的，然后脚是这样立起来，立起来之后呢，打，就是你的脚是。左脚的身子抬起来的，然后放下去，然后右脚打开，就是脚放下去打开，然后手呢就是放下去打开，就是手是这样压，就压着的，你的左手放在这边，对，左手放在你的脸旁边，然后右手在下面，就是上去这样，右手放在这儿，左手放在这儿，然后再这样压过来，就是你的手从左边压到右边，你的脚呢从右边压到左边，对，就是上面下来，然后提再压过来 ，OK， 从这儿，然后立起来，压下去。再提压过来，然后呢做一个这样的动作，就是你的左脚提起来，然后你的身体也就弯成一个半月形，然后右手也是手也是个半圆形，就当很像那个民族舞，这个舞蹈有蛮多拉丁和民族舞的结合的风格，就从这里开始就下去，立起来，然后压，然后再压，然后再提，提完之后呢，这样打开，就你的手，就是右手下去，然后滑过来，然后左手放在胸前，然后你的脚，就是左脚下去，然后右脚再打开，就是这样打开 ，OK。我们再从这样下来，立起来，压，然后再压，然后再立，再打开，对，这个压的时候，这个手左手放这，右手放这，然后右脚，然后左手再滑到右边，右脚再滑到左边，对。再从这样，一、二、三、四、五，好，拉开之后呢，这个手带着滑到右边，就这，左手从你的右边的脸颊滑过来，就这里滑过来，然后呢，脚就是往后，现在在右边的，然后再往后，然后带着身体转过来，转到后面，就是。这样转过来，对，转过来之后呢打，哦 no no， 转过来之后呢，然后再这样，就是从正面看的话，就是你往后，你的背往后面靠，然后你左手放在你的腰间，然后右手往后滑，脚是直的，对，然后你的胯往左边顶 ，OK， 到后面就是这样。然后这样抓，就是你往后一点之后，然后你的身体再往右边转，然后抓一下，就
就你的从前面看的话呢，就是你的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这样，然后手这样往回抓，就抓一下 ，OK， 就如果从这个方向来说的话，就这样，然后再往右边转过来，再抓一下 ，OK， 从后面的话就是这样，然后抓一下，对，然后再打开收起，打打打。这个呢就是手往外打开，这往回放脑后，然后再右左右，就是打开，然后再回来，对，打开滑往外滑，打开，然后再回来，然后再右边滑过去，再左边滑过去，然后再右边这样打开 ，OK。如果加上脚的话呢，先是这样打开脚不动，然后左脚往前，然后再右脚后退，左脚后退，再右脚往前 OK， 脚就是首先是这样不动，然后打开的时候不动，然后再左脚往前，然后右脚回来，然后左脚再回来，再右脚往前 ，OK， 就是这样，先不动，然后左右边回来，左边回来，再往前，好，加上手就是打开，然后右脚往前，然后滑滑打开，对 ，OK， 如果从这个方向做的话，这样抓打开。收回来，再左右左 ，OK， 就是这样，打开，往前滑滑，再打开 ，OK， 再来一遍，这边打开，往前滑滑，然后再打开，好，打开之后呢，打打。这就是滑滑，然后到这边之后呢，左脚迈过来，然后手是这样交叠着，然后再反上去，手呢先是就是左边左手这样反掌反过来的，然后右边再这样反掌，然后再从里面这样绕，然后上去转圈，然后往下。甩，就是从这边，如果只做脚的话，就是左边、右边，然后往后转回来 ，OK。手的话呢，左边这样，右边这样，然后拉上去，转过来，然后往后甩，甩就是。你这个左脚弯曲，然后右脚就往后靠，然后手就往后甩，头也往后甩 ，OK， 就是从这样，左边、右边上去甩，好，甩完之后呢，就是往外、往里、往外哒哒哒，就是你的胯往外、往外就是往外顶。然后再收回来，往外顶收回来。其实你的脚在动，你看，回来，就是你就提一点胯，然后再收回来，提一点胯收回来，然后手呢就好像牵着你的胯，往上，往下，往上，往下，三次，就是往上，往下，往上，然后呢摸着你的腿左右两下，然后再拉起来。就是往外往里往外一二拉起来 OK， 然后拉起来之后呢往下坐，就坐成这样，就往外往里往外一二拉起来，再坐下来 OK。
就是我们再从这来下
去上来，然后再右边滑过来，往下坐，然后哒，然后再哒哒哒哒，然后到这里之后呢，再哒哒哒哒哒，这个就是左右左右左，就是脚就是左右左右左，就是哒哒哒哒哒，他脚挺快的，就是哒哒哒哒哒，然后手呢就是哒哒哒哒哒，然后最后你就说右手向上，就左手先向上，然后再右手向上，就是哒哒哒哒哒，对，手就是向上，然后右边向上，向上，左手，然后右手，然后脚是左右左右左，哎，就是左右左右左 ，OK， 就是从这儿往下上来，然后再往下哒，哦哒哒哒哒，左右左右左 ，OK， 好，到这里之后呢，你的手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就你的脚是这样，一步两步三步四步，就从左边到前面，然后呢你同时带点胯的提起来，提起来放下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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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哎，你的手提起来就好像牵着你的胯一样，提起来下去，提起来下去，然后提起来下去，提起来下去，然后你的右手就放在你的脑后，然后这个第二下的时候我们有哒哒，有两下，就是一下去提起来哒哒两下，然后第三下再下去，然后第四下下去 OK， 然后我们再哒哒哒哒这样，然后左右左右左，然后呢提起来下去，提起来哒哒，然后再提起来下去，再提起来下去，然后再往后面一二三四，就四个拉丁舞步，就是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同时扭动你的胯，左边就像画八字一样，这样这样对，然后手就是左边左手右手左手右手 OK， 再来一遍，左右左右，哎，这样，左边右边左边右边，然后呢左脚往前一步两步，然后这样提起来，然后下去，起来，你起来的时候呢，这个手在这儿，然后左手放在你的这个地方 OK， 就全部下去之后呢就这样提起来 OK， 你们在左这里下去，这样两下，然后再三四，然后再左右左右，然后左右往前走两步，然后这样提胯，就你的左边的胯往上提，然后手放在胯部，然后再下去，然后这样起来，手是这样 OK， 就再从这样提起来下去，提起来哒哒，提起来下去，提起来下去，然后左右左右，然后前面两步往前提，完全下去，然后再起来 OK， 我学完了， Good job， 谢谢你们的观看。
loving when you call me señorita. I wish it wasn't so damn hard to leave, yeah. But every time she's ooh la la la, it's true la la la. Ooh, I should be running. Ooh, you keep me coming for you. Back to my hotel. There's just some things I never. You call.